我还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，你要让我考虑一下，因为你说要陪你睡，陪你睡多久？陪我睡多久啊？一晚两晚就很 OK 啦呀。陪你睡一晚两晚才可以得到这个角色。对啊，一晚就行了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那什么？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事，所以我要想一下。你没做过这种事，你没谈过男朋友，没上过床吗？我谈过男朋友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反对、不排斥跟导演谈恋爱，或是跟任何工作人谈恋爱，因为我不晓得我会爱上谁，我不设限。但是在没有爱情的状况下，就要上床，我觉得很奇怪。笑什么？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怎么考虑吧。如果你 OK 的话，啊，我这个于婷婷这个刘思雨，因为我都没确定下来。如果你 OK 的话，你想演哪个角色，你就演哪个角色。于婷婷跟欧思雨，刘思雨，刘思雨。而且后面他们这个戏，湖南卫视的戏，我也带着你，至少是你三号的角色。后面有几个院线电影，让你说几句台词，跟大腕搭一下戏，那你在内地就顺风顺水了。今年的作品连连一部，那你今年就有钱，那你拍两部戏了，那你至少有几十万了。你没有女朋友吗？